好，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呢、啊。好，目前呢，我们是在这一个还是在世界分别观呢、啊？好，同学，这世界分别观呢、啊？好，我们其实已经是去到啊，好，它的一些这的不一样的理论。那么呢，这个理论呢、啊、是叫做就所谓的十三形相的修法哦。同学，虽然说世界分别观呢、啊，它蛮多是要在禅修的时候才可以把它转成经验。不过呢，我们在啊上课理论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看佛法。那么有时候我们概念呢、啊、的纠正啊，也可以帮到我们一些忙的。所以同学，你要听得出啊，它的优点啊，在哪里？这样子听课啊。我们在上几堂课的时候，这十三个方法是第一是以语一啦。意思就是说，地水火风以语义去理解它，勾一聚啦啊，就是啊显示什么显示地水火风聚在一起的官能啊来去理解它。第三是以息默，同学一息默的话就把它分到最小的单位，同学这个分到最小的单位啊，在啊比较深的禅观里面是有用得上的。过呢，用它的相，这个就是啊，用地水火风本身的相位先起相啊，去理解它。那等起就是等起就是升起的意思。有地水火风是有什么升起的这样子啊？第六就以一语多，就是啊，我们是看到它是多，但是它都是无常的啊。然后呢，接着下来呀，就是它还没有完毕的，它就是啊，首先就是谈到啊，这一个啊，所谓的一多，对不对？第一啊，我们想象它像如大患者这样，就是啊，第二呢，就是譬如像夜叉的大种啊，就说夜叉的大种啊，它基本上啊，不是依凭那个人的存在的啊，那么呢，你发现它的时候啊，也不能够发现它是互相在内或在外，或者是不相宜的，因为然后呢，过后呢，又譬如像夜叉女的大种，就是说她虽然看得很漂亮啊，但是啊，她是漂亮的外形啊，覆盖了啊，她的那一个外相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她的大种的她的意思是在这里了，好，还没完的，我们到当大供养故了，来有请，就是至尊读。当大供养故，因为要以大智具为持故，即持等大种，每天都要供给大量的饮食和衣服等而存在，故为大种；或者因大供养而存在，故为大种。有大变异故，因为此等大种于无执受、无生物及有执受、有生物中而有大变异故。此中的无执受，在确净之时，其变异之大而成明了；有执受，则在戒的动摇、四大不调之时而成明了。即所谓切火燃烧世间的时候，从地而起的火焰，上至于梵天，世间为怒水王城的时候。消灭了百千计底的一轮为界，世间为怒风界所亡的时候，消灭了百千计底的一轮为界，犹如野鹿口毒蛇所成身成僵硬，欲界激怒之身，亦如为鹿口所持的那样，犹如野臭口毒蛇所持，身成腐烂，水界激怒滋生，亦如为口臭所持的那样，亦如野口火口毒蛇所持，生成燃烧。火界激怒滋生，亦如为火口所持的那样，犹如野刀口毒蛇所持，身被切断。风界激怒滋生，亦如为刀口所持的那样，如是有大变异的存在，故为大种。大故存在故，因为此等大种应该以大努力而存在，所以大故存在故为大种。如是此等一切界，以大的现前等的理由为大种。
因为能持志相顾，领受故故苦故，亦既不能超越一切界的相顾为界，由于保持志向，即保持自己适当的刹那故为法，以坏灭之意为无常，以怖畏之意为苦，以无实之意为无我。所以说一切世界依于色大种界法无常等则为义，如是此界当义，当以义以多而作义。好，感谢哦。
好了，可以这么去说。今天16位同学出席了，826，7位过半了。邮递员子，你们2位是在家还是在耕地窑啊？在家。在讲师傅。小喇嘛哦，哈，你们的背景我已经搞混了，好像是一样的，在讲跟在耕地窑啊，在那个转动哈。OK，好，那同学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呢，觉得内容啊，是什么？看一下。好，这一边呢，同学啊，我们接上一边呢，他说啊，这个身体啊。都需要大供养，什么原因啊？我们呢每天要给它大量的食物和衣物而存在，所以称为大种，看到吗？蛮有意思的哈，同学哦，因为啊，身体的地水火风啊，我们以各种的角度去理解哦，包括啊，所有的感啊，所有的器官离不开地水火风，你需要以大量的食物去维持它，才可以生存的。同学在阿毗达玛里面有讲，就是啊。基本上，我们的用色法产生的是居，最多维持是7天呢。就因为按照这个原理的缘故，如果入灭尽定的话，不可以超过7天，否则7天之后将会饿死啊。这样缘故，所以呢，入灭尽定之前呢，都是会作揖，就是说7天之后必须出定了啊。同学啊，就是佛教界里面呢，清净道论啊跟社论啊都有。类似的共识这样啦，所以呢是7天的食物，最多一代繁殖一代，一代繁殖一代，最多到7天这样啦，所以呢，因此入定的人呢，他要懂得作揖，就是要懂得，当他可以入生定，他又可以就是懂得作揖，入定之前作揖，所以在灭受显定之前作揖。观察自己大概7天后必须要出定哦。那么呢，如果是超过7天的话，应该不是佛教的方法，它应该是有开到它的梵轮啊跟眉心轮，然后呢让外在的光线或者是能量进来而维持。然后这类型的人你必须要把他的胃液停掉哦。我有听说过他们有些是可以把胃液给它停下来，所以呢他是可以通过特别方式咒语控制给它停止。所以呢，他就可以超过7天不吃东西也没有事情啊。那么呢，过往这样的方法，在那个重庆有个缙云山啊，对不对？有一个道士是有传授这个方法了。那多数人上去之后通过把胃液停掉，然后呢，接下来开他的 chakra，他可以7天到20天不吃东西，基本上对于减肥非常有效啊。多数有三高的毛病都会好。原因是因为他身体大量的脂肪会被消耗掉、烧焦只是问题就是当他们完了这个 camp 之后一下山之后，当他生活打回原形，又再胖回，所以还是没有解决到的那个道士后来有发生过绯闻这样子他叫李毅道长。不过当时他在出绯闻之前我有看过蛮多当时中国出名一线的歌星、明星、影视明星都有上过去找过他了主要就是跟这个有关系这样子好，来，给我们再看一下然后他讲有大变异，就是很大的变化啦。有什么很大的变化？都需要我们看一看这个四大他是这样来理解的。他说不管是有没有生命，或者是有生命变化都很大的。如何很大呢？他讲所谓结火是燃烧世间的时候，同学我们呢按照这佛教里面呢我们的长就有记载说会有世界末日了。那么呢，世界末日的时候，基本上地水火风都会刮起风，到最后风灾是最厉害的。吹到去四禅田，然后所有的一切的世间众生都移民上到去第四禅田，有这样子记载在《长阿含经》里边这样子了好，然后呢过后这一个他讲如果是刚开始火还不是最大的，是火风起的时候呢，是上到梵天罢了，梵天是初禅田来的，然后呢水的时候
怒水的时候啊，它就消灭到一个轮界；怒风的话，也是上到一个轮界。这个是说明啊，四大本身是可以动摇的，那是外在的四大。同学，这个世界分别观基本上啊，你可以 manipulate 到啊，你自己本身四大，外在的四大，你也是可以呀、玩弄它的哦。它是我，因为它是有相关联性的哦。再配合地水火风的偏袒哦，你就可以呀、行动自如了的了哦。好，来给我们再看看同学哦。好，这边他有讲到说啊，犹如给木口毒蛇所咬啊，身体就会僵硬。这个是地界激怒之神，就好像啊木口所刺那样哦，木口毒蛇咬那样哦。那如果是水界激怒之神的话，就像给臭口的毒蛇所咬，这样会变腐烂呢、意思就是讲啊，你身体的地界啊激怒之后啊，它会僵硬哦。啊，同学啊，这个真的会有、哦，我没有试过、有同学就世界分别观，他把身体的地大把它放大它。但是啊，它放大之后啊，可能蚕丝漏掉了啊，那时候啊，忘了教它出来，你知道吗？哦，结果啊，它时间到了，它出不到来，你知道吗？全身僵硬不会动，你知道吗？因为它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硬那边了，它就整个僵硬了。哦，这样子哦，我记得好像发生过哦。后来啊，通过一些技巧帮助它，也是可以解决掉，然后呢就没有事了。哦，它也是出现僵硬的情形，所以呢，它地大啊。你观想地大，但是你偶尔啊，emphasize 地大，你感觉整个是僵硬了的。那么硬啊，你又不会把它那个 emphasize 哦，把它出来或者把它退掉，哎，你就出不了来了所以呢，这个就这个情况啊，要一定要有人在带你，如果你出状况就可以解决。就像我们气功一样一定要有一个至少一定要有一个中级以上的人在场。那么呢，有人立功偏差，我们就可以给予他纠正这样了是啊，我们也试过啊，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就练气功的时候啊，抽筋啊，有试过啊，那个是一个药剂师来的，你知道，那是大概有4年前了，你知道吗？他练功啊，他这样子的嘛，哦，他老是不听，你知道吗？诶，我觉得怎么这样子的嘞？后来啊，我用能量去检查它，过后就停下来，不断的用自发功来打，用自发功就什么都不用讲的，你就放空就会帮他治疗，然后把他打了，哇，差不多10来分钟了，我松了口气，他讲我刚刚抽筋啊，所以听不到那个气功所以啊，每一个禅修法门啊，你有人在带，一定要有懂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所以为什么二弟啊，我以往 MCO 之前。凡是练功我不在，一定要有一个中级以上的人在，才可以啊。出事情的话，才可以搞定得到啊。好，这样子哦。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呢。好，然后这个是第一阶进入之后啦，就会他说啊，这里看在这里啊，世间这个地大被激怒就会僵硬了。那水大激怒就被腐烂，应该是那个水多过头身体就会腐烂了。水大被激怒之后，这个可以理解了水多过头东西是容易烂的。火大激怒身体就会燃烧了。当然了，它就会因为火太过厉害了风大的时候身体会被切断呢。所以同学，这里是这样子来对读的这样才对的过所以他讲啊，有大变异的存在，故为大种。他是解释为什么叫做大种。同学，大种是 Mahamudra 来的让我们找找看大种四大种这个应该是有部《佛光大师典》里面有的梵文的大种四大种大种四大种之大，OK，意即广大哎，有了，同学，马哈布达，同学可以写下来了。大种，马哈布达，所以为什么它称为马哈布达，叫做大种呢？它原因就是刚刚所讲的了。同学可以学一点点它的巴利文地水火风好，何为地大这一个梵文是不怎么读，
，previt 达度哦，然后呢，水大是 up 达度哦，火大是 tejo 达度哦，风大是 vayu 达度。这个 tejo 跟 vayu 啊，梵文呢、啊，我在印度教有看过啊，没有什么太差别。地大是previt 达度啊，这个比较少听。水大就 up 达度哦，同学可以稍微好，你有兴趣可以写一写啦。马哈布达最重要，你写下这个字哦。马哈布达哦，地水火风哦。不过在现在读书啊，到现在啊教这种四大的老师已经有中文源流了啦，他可以直接跟你谈中文哦。他会自己标明说四界分别观禅修营的哦。那如果英文的话哦，你会要懂得就是 earth、water、fire 跟 air elements 啊。不过啊，如果是啊，他本身要会收你的话，他就一定要确定有翻译员的。那翻译员的阿毗达嘛，就是要有一点点认知才可以guide 到你禅修不会有错误这样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地水火风啊。好，过他讲了他说应该以大努力而存在哦。就他说因为能持之相故啊。因能不能超越一切界的相，故为界，看到吗？保持它的自相，同学的地水火风有地水火风本身的相，所以他讲啊，它不可以超越一切界的相，所以呢，他说可以保持自相，看到吗？保持于适当的刹那，故为法，看到吗？不在那个刹那里面还是存在的，它还是维持到。虽然我们讲无常苦无我，但是啊，它依然还是维持在它的地水火风的特性。以坏灭之意为无常，看到吗？都会无常。以不畏之意为苦啊，因为你会对它产生不畏，所以它是苦的啊。过以无实之意为无我，它基本上是无我的。所以他讲了如是此皆当以意于多而作意。意宜多作意这样子好，来我们看到第七、第八、第九，来有请秀娟读一读，秀娟有请。七以分别不分别，在此等四界聚起时，落于每界的最低的纯八法等聚中，则无部分的分别；但依四界的相，则有分别。如是以分别不分别而作意。八以同分异分，此等四界虽无上面所说的分别，但前二界地水。从不为同分，同样的后二界，火、风、清故为同分。前二界与后二界，后二界与前二界为异分，如是以同分异分而作异。九以内外差别，内四界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是身语的二。表及女男命的三根的所依，有是威仪及至夜星时时四的等起，外世界则与上述的相反，如是以内外差别而作意，时以色由夜等起的地界，与由夜等起的其他三界为同一。色，因为他们的等起无异故，同样的由心等而等起的地界，与由心等而等起的其他三界为同一色，如是以色而作意。好，没关系，可以停一停。来，我们先消化这几段了。
居然这个圆你读了没有啊？没有，好好。好，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啊，一分别不分别啦。好啊，同学留意啊，这个啊就是阿毗达摩的特色，它以各种各样啊不一样的角度啊，去分析这个四大了。我之前有问过啊，读不一样科系的同学，从啊 engineer 啊到啊法律系啊，没有事先选哪个科系啊，会一样东西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分析它，没有的，只有佛教啊，阿毗达摩论时才用这个方式。所以同学像这些啊，现在我们读的就是它的特色来的，基本上啊你全部掌握完了啊。可以说你非常熟悉，有一点点像会计这样子了。因为啊，基本上啊，一个 account 本身是不是你做出P&L 跟 balance sheet，然后过后啊，你本身是也balance sheet 其实是你做出来过后用 cash flow 的角度再去看它啊，它你又会用回同样的 data 出来重新再排列它，所以啊，它就有一点像不完全了这样子。好，来，我们就去理解它了。这同学知道啊，我们是以各式各样的角度去理解它。好，我们用分别不分别，什么叫分别，什么不分别？来，我们看一下，他说啊，每阶最低的乘法句中，来，同学，请你找出你的阿毗达摩来啊，请找出你的阿毗达摩，然后呢，找出第六章色法。之概要啊，请你把它找出来。同学，如果你是啊已经找到，你可以呀、啊，就是帮师傅 share screen。那我快的话，我就先找给你们了。好，那么呢，它有就是句的概要，有一个图表的。同学，你已经找到了啊，你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句的概要那一边了。在第六章的部分呢。就是设置概要来的哦，第六章你要先把它搞懂那个八法句呀，是什么啦？这样子所谓的八法句呀，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名法命根，就是所谓的八法句。所以有个图表啊，就是专门归类那个句。同学，这个句啊，在这边就是 rupa 跟 lapa 来的那么呢，如果你来不及找的话，同学你可以看荧幕，因为师傅这边已经找到了。来，我们看一看同学这个设置概要对不对？我们就来到这边句的构成，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升起看到吗？那句的构成，这个是个 lapa 那么这个句的构成，我们先看它的图表了。说、so, 大体上啊，同学看一下这个句里面有八不离十啦，这个八不离十就是八法句：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还有就是民法命根我给同学抄一抄啊。这八法句，同学如果你不大熟，对不对没有问题那么呢，我们又再去一个图，这个图是四大根所造色。好，来，同学看这个图啊。四大所造色是这八种来的同学，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然后呢就是色香味食宿这样子画得蛮快不知道同学可不可以跟得到地水火风色。香地水火风蛇根十二色根香，OK，色根香，OK，然后呢，地水火色香味还有味道，色香味，色香味三个，然后呢就食宿营养，还有一个就是命根色命根这个就八不离十。同学所有的诗句最基本的单位是这八个了，不能够超过这八个，不能够少过这八个，离开这八个是找不到的。一定你在一个 glaba，就是一个所谓的细胞里面，一定有这八样东西了
我们定义不是 atom，应该是定义细胞。因为啊，这八大元素里面呢、啊，哦，会有男根是女根是，因为啊，chromosome 才有男女性根是，因此应该还是在细胞哦。当时的讲的句应该是细胞来的哦，比较可能性是细胞来的哦。啊，看他讲东西，他说啊，最低。纯八法句，就刚刚那个八个就纯，他为什么用纯呢？因为它是最 pure 的哦。他同学啊，他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用纯呢？哦，大体上啊，这八个是最基本的。然后过后啊，如果这八个是你一加上眼镜色，就叫做眼舍法句啊，这就叫眼镜色法句这样子哦。眼镜色法句在哪里呢？同学就在你的眼睛神经系统那边。然后过后啊，然后一样八法句，还要再加多一个另外哈，然后再加一个耳近色，它就变成耳舌法句，就在耳朵成为耳朵的神经系统，听明白吗？嗯，所以呢，这个八法句基本上啊，它就是好像啊哈，那个面呐、啊、最打底的，我们叫阳春面最打底的，没有加芽菜，没有加芹菜，没有加料的，最打底的那个面来的。OK，不过应该有。还有酱汁了哈，对不对哦？应该连酱汁都包啊，但是你一加任何东西，就开始变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用“纯”这个字，八法句这样子哈啊，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了哈啊，因为可能你当时候读社论啊，你也可是可能会走神掉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啊，所以呢，这个句啊，刚刚所讲的就是这样子构成的我的我啊，这是当时啊佛教禅修啊观察出来的观念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就刚刚所讲的了啊，八不离十，加个命根十，加个眼睛十，就变眼十法句。这个就是眼睛的神经系统来的哦，眼耳鼻舌身都一样，包括女性跟女性，女性跟男性都一样啊。意思就是说啊，哦，它八不离十，加命根十，再加女根十，就变成女性十法句。这个女性十法句只在女性的。生殖器官应该是去到啊，它的 chromosome 那边了的了，哦，性根那边哦，啊，这个就是去到男的了。那么呢，性所依处啊，性所依处在哪里？其实在阿毗达巴是还蛮抽象的哦，有可能是在心脏吧，哦，就在那一边呢，就有心室。OK 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概念啊，哦，当时候的人的禅修概念得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看到啊，哦。身体都是纯八法去，再加不一样的净色，就构成不一样。这全部啊，都是在观禅里面呢、啊、需要观的，因为它要观色法，再观明法，而这个色法，它必须要对它进行观察了。好了，我们再看一看了啊，所以我们就用纯就是讲，他说这无部分的分别，他说这个八法去没有分别的。OK 哦，啊，单一世界的相，这有分别哦，它是这样子的，什么意思哦？来，你看啊，同学，他讲啊，这个八法句是啊，八法句本身啊，哈，就刚刚所讲的哦，啊，这一个啊，八法，啊，八法哦，啊，八法这个哦，啊，sorry 啊，这个设置分别。这一个哈、哦，他意思是讲啊，如果你只是站在这个八法的角度，是它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啊，只是这样八法哦，它没有分别的哦，只是站在这个八法没有分别的。但是啊，哦，你站在四大的立场就有分别了，就地水火风啊，就可以辨识出来了，哦，那么这些其实净色这些全部啊，哦，也是离不开地水火风构成的，所以一世界的相就有分别。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啊，哦，同样一个色句，对不对？它可以分别不分别去归类它，一是一个角度，哦，那就是我不分别它，八大就没有好分别了。当我去分别它，地水火风把它分，就是有分别了，哦，这样子哈，哦。好，此外还有什么啊？我们再看一看呢，啊，哦，他讲同分异分，那同学这个蛮独特的，他讲啊，地跟水呀，啊，众固为同。他说这两个是比较重的，地跟水哦，然后火跟风是比较轻啊。同学也他们就归类，所以就叫做同分呢、啊。
而这两个是属于一分呢？这同学是 logic 的哦，对不对哈？我们外面的世界呢，地跟水感觉是比较重的，然后呢，风跟火啊，感觉是比较轻的哦，这个 logic 啦，所以四大本身也可以呀，啊，通过这个方式进行归类。过来讲啊，内外差别，他说你看呐，啊，内世界哈，内世界什么同学看到吗？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色是哦。然后呢，生与的二表，然后女男命的三根所依，然后有四位移及志业心时的等起哦。好，同学是这样的哦，你看呢，他讲内外的差别哦，就是说啊，哦，我们有外表跟内在的啊。同学像这个啊，生与二表是外在的，OK 哦，然后呢？这个女男命的三根啊，这些它基本上啊，而且他是这样子来解释，他说啊，同学他看他说啊，外世界与上述相反，基本上这些全部都是内来的，它归类为内哦，啊，内世界就是地水火风里面，他说内世界是它的。的六四四哦，他把它加完它。同学，你看他眼耳鼻舌身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来的。OK 好，哦，它是这样的，这个是啊本身呢哈，它是精神作用，但是这个眼耳鼻舌身跟意都是需要有四大的，所以呢，这些就是有近视的缘故，这些都是需要神经系统。那一门本身呢，如果我们讲现在是大脑的话，也依然是需要世界支持了。过呢，有身表跟语表，你身体跟语言的动作都是需要世界的。过呢这边呢，女男命的三根啊，一样啊是需要，还有就是食星、夜星、食四的等级也是了。那么呢，这个全部都是属于内的，同学，你放一放啊，内的哈。然后还有外世界了，好，外世界这个好要查的话，还是需要就是我看是设法的等起那边的哈。来，同学你画一画这个哈，同学啊，这一个我们有个图表啊，是谈内色跟外色哈。同学这个你需要找明法比丘的图表，同学你试试看，找出内跟外色哈，找出明法比丘，然后呢再找出啊就是啊好。明法比丘就是色法之概要的部分啊，色法之概要啊，过后啊，它有进行蛮多归类，其中一个啊就是归类啊就是名色的部分等一下明法比丘的图表就是所谓的色分别。OK，好，我已经找到了啦。同学，如果你是还没有找到，你可以看师傅给大家好，同学呀，他这一边有个很好的图表，必须要往这个表姐来看是这一个图表了同学是这一个了这个图表看到吗？呢，内色跟外色指的就是这些来的好，那。同学，内色啊是指哪一些？净色是内色，OK 就五个罢了内色，而且呢，好像可能跟清新道路有点不大一样内呀同学不大一样它的定义你看呢，他讲这个是内，但是这个地水火风就是外色说同学不能够用这一个图了，sorry 不大一样了。应该说巴利文不一样才会造成那么大的落差说同学不是这一个啦，说他讲内色只是五净色，五净色之外是属于外色。那同学看一下这一边呢，内色就是净色，不止嘞，那全部这一些都是属于外色。说同学这一边没有办法给大家出处只保留够用色，同学看到吗？同一色，色就是把它归类起来这样子的含义它讲
由业等起，同学是这样来看的哈、哦。由业等起是指升起，由业升起的地阶和由业升起的水火风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是业生色的缘故。好，什么意思呢？来，同学一样，请你再找回啊，色之概要这个图表。那么呢，在这个图表里面呢，有升起之源。来，同学看，升起之源就是说啊，升起的来源。好，它升起有什么升起的来源呢？啊，看图表啊，图表这边有解释啊，升起的来源。升起的来源，而不是这个后面一点啊、哦。啊，升起的来源了哈，二十一种色区哈、哦、啊，对呀、啊，啊，同学就是这个图表，表二表五之二，同学可以找找看表五之二哈，啊，表五之二哈，啊，同学看一下哈。由业力升起的啊，所以他说由业力升起什么？那八不离十，地水火风，全部由业力升起的，就全部业力升起，所以归为同一类。那你看呢、啊？业升起的地阶，业升起的水火风，所以在这一边呢，哈，由业力升起的，地阶这里的八不离十，地水火风都是由业产生的，看到没呢？这边全部由业产生，所以呢是归类在同一类的哦。然后呢，一样的，这个呢是由心产生的，地水火风一样，全部都归为同一类哦。然后这一边呢是由实界，实界就是由温度而产生，然后这个是由食物而产生的地水火风啊，就归个别分分了哈，归什么归为同一类呢？这样子哈、哦，好啊，这边是新生也是一样啦。同学记得等起就是升起的意思啦，来同学啊，哈、哦、啊这一边啊，哈、哦、啊，他有特别谈何为世事，世事是指物质来的啊，这一个啊，我是有点混乱了哈、哦。同学在这一边啊，哈、哦、啊，他不完全错完了，同学看到吗呢？由眼耳鼻舌身的四识是内来的，看到吗？啊，是内来的，啊，是内来的，啊，内世界哦。这个四识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识哦，眼耳鼻舌身是的四识，就是指它的色法啊，就指它的神经系统来的哦。啊，应该是刚才对的是不大明白哈、哦，为什么会外？如是以内外差别哈，大家知道哈，OK 哈，啊，没关系啊，就是这样了哈，是哈，好，来过后啊，好啊，同学就大概是这样了，来，我们就一元哈，请汉荣读一读，汉荣有请一元啊。一元此地界，以水摄之，以火保护，以风支持，是水火风。三大种的住处，即源水界以地而筑，以火保护，以风支持，是地火风三大种的杰作及源。火界以地而筑，以水摄之，以风支持，是地水风三大种的片熟及源。风界以地而筑，以水摄之，以火片熟，是地水火三大种的支持及源。如是以源而作意，以不思念地界不知我是他，我是地，或我是其余三大种的住源住处及源。其余的三界既不知，地界是我们的住处及源，其余的一切可以类推。如是以不思念而作意，以缘的分别，世界有缘业、心、识等四缘，此中有缘由业等起的界，只以业为缘，非以心等为缘。
由心等而等起的界，亦只以心等为源，而非其他。业为业等起的界的生源，据经说是其余诸界的净一元强音。心为心等起的界的生源，是余界的后生源，有缘即不离缘。实为实等起的界的生源，是余界的实缘，有缘即不离缘。实结为实等起的界的生源，是余界的有缘即不离缘。业等起的大种为业等起的诸大种之源，即等心等，即为心等的等起的诸大众之源。如是心等起、识等起，乃至识等起的大种为识等起的诸大种之源，亦为业等起的等起的诸大种之源。此中，由业等起的地界为业等起的其他水火风三界的源，是依照俱生相互依止有极不离缘及依诸处，但非依生缘，即为其他识心识三等起的相续的众诸大种之源，是依照依止有极不离缘，但非依住处，即非依生缘。由业等起的水界为其他业等起的地火风三界的缘，是依照俱生等缘及依结诸，但非依生缘，即为其他实心实三等起相续的诸大种之缘，是依照依执有极不离缘，但非依结浊，即非异圣缘。好，没关系，可以停一停。接下来请素芳继续把它读完它。关于心识识等哎，起，不，这里由业等起的火不，界。师傅，由业等起的火界，为其他业等起的地水风三界的缘，是依照俱生等缘起等缘即依变熟，但非依生缘。亦为其他实心实三等起相续的诸大种之源，是依照依止有即不离缘，但非依变熟，亦非依生缘。由业等起的风界，为其他业等起的地水火三界的缘，是依照俱生等缘即依之时，但非依生缘。亦为其他实心三等起相续的诸大种之源，是依照依止有即不离缘，但非依支持，亦非依生缘。关于心识识等起的地界等，以此类推之，如是由于俱生缘的缘的力量而起的此等四界之中，以一界为缘而起三界有四种，以三界为缘而起一界有四种。以二界为缘，而起二界有六种。好，没关系，可以停一停了。来，我们消化啊。接下来的包你们消化不了，因为24页把它拉进来。哎呀，24页我教那么久都好哦，我都不可以把它全部背诵，你知道吗？哦，真的我哦，所以我敢包你们一定会消化不了。我看看怎么样啊？哦，来带同学这个 part 了哈。他把24页拉进来，我看如何 simplify 它哈。
好，来，我们看一看呢，我们只是举一些简单的来跑就容易了，来，我们先看一下他这边讲乙元呐，同学，你看呢，虽然说地本身是地呀，但是同学，你看地界啊，要水来设地界的，有火来保护它的地界的，有风支持它的，怎么样，同学，imagine 得到吗？我们讲地界地本身它不纯粹是地的。所以啊，阿毗达摩有讲啊，同学你们去查看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地水火风本身它的经营是什么？他说地大的经营是水火风，风大的经营是地火水，它都是跟其他有关联，造成它的经营的。所以它的经营啊，同学我们尝试去感受，你看到吗？是水界，他说水啊，水本身要依地而住。它因为它可以注释有地的关系，水界本身是要用火来保护它，跟上面一样也是有火保护，也要由风来支持，水界才可以产生得到的，看到吗？然后呢，火界本身呢，你看啊，火界本身为什么它可以住着呢？它可以维持，因为它有地的关系。然后啊，水摄持于它，过后呢也有风支持它，看到吗？然后呢，风界本身也是一样，这个风啊，依地而住啊，以水摄之，然后呢，以火片手，所以呢，这个就是地火风三大种支持机缘的意思了。过后呢，这个不以不思念所以同学这一句啊，同学你要找回啊，就是这个摄之概要，它是啊有提到就是这个地水火风的相位现起足处同学你可以 could reference 一下这一边呢，有提到，OK，看一下色之概要四大根所造色，同学你们可以 reference 这边，那你看了比方是说真实色，看到吗？元素色，你看同学地界它的静音是其他三大元素，同学可以写下来就是刚刚的那句里面主要是指静音。是其他三大元素，每一个都是其他三大元素都是其中一个地水火风的静音来的，这样子所以静音都是其他三大元素，所以这一个句子里面就可以完整的表达了一大段这边一元的意思啦，这样子。好，来，过我们再看一看同学好，过以不思念，他说地界不知我是地，或我是其余三大种的住处及缘，所以他说不思念我觉得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这样。地水火是物质来的吗？怎么会思？当然是不思念既然不思念的话，用为什么要拿来讲呢？明白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是很 make sense 这样子来看到吗？同学，你刚才讲，他都一不思念嘛，当然不思念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这个也可以拿来讲然后以缘的分别，来，同学你看一下世界业心生，十根识都可以产生，所以他讲此中由业升起的结，就以业为缘。不能够以心为缘来，同学，就刚刚的图里面显示的啦，就地水火风它如果是由业力升起的话，就一定要以业为缘地水火风看它是由什么升起的，就以那个为缘嘛，好，过后呢，他这边举个案例，他说心为心等起的结的生缘，是余界的后生缘，有缘。即不离缘，来，同学，你这边请画个副标，24元，24元，可能我只找一个来讲就好了。他说，心为心等起的结的生缘，来，同学，我们看一看那比如说我们找24元24元一画重点，24元缘之概要，同学这个原子概要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阅读它了。
首先，他先讲生源。同学学24元呢，有一个特色哦，那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它的源和它的源法哦。所以呢，我们先把生源先找出来。生源，生源啊，只有具生源罢了，前生源、后生源啊，没有生源，是具生跟后生源，那就不引这个生源了。没有了呢？余界的后生源，我举后生源作为案例哦。来，同学，后生源哦，我们如何来理解啊？等下啊，cancer 哦。后生源哦，啊，同学，这个是后生源哦，好，我尝试解释，同学啊，当后生源呢，我们来到这个24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的就是找出源法跟原生法，那么这边他讲啊。此源的源法资助及增强，在它之前升起的原生法，OK 好，所以呢，后生源其实是一个 rules 来的，这个 rules 啊，哈，那么这个 rules 啊，哈，有规则的，那这个规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主，源法就属于主词来，一个主来的，然后呢，原生法是一个受词来的，一定有个主和一个受，所以他讲啊。在这个因缘里面呢，哈，它缘法它会加强跟资助，还有一个是在它之前的原生法，意思就是说啊，原生法是在它的前面的，所以为什么叫后生缘？看到吗？啊，后生缘，意思就是说啊，哈，缘法是在后面的，所以后生缘把后面可以加长、可加强前面的哦。那么一般上哦，通常我们更好理解就是看譬喻。看到同学，譬如他讲啊，后来下的雨啊，就可以增长比他前的植物，对不对？同学啊，你看啊，植物先生长，同学看到吗？这个是植物，过后才下雨。但是啊，我们是后面的这个雨水滋润前面的植物啊，所以呢，它原法是后在后面的，然后原生法是在前面。然后它的 rules 就是后面的原生法滋润了之前，后面的原法滋润了之前的原生法，可以明白吧？哦，因为在24元里面呢，经常都有个原法、原生法，通常原生法是主词，是先出场为主的，先出来先。然后呢，原生法是后来的，是属于受词来的。哦，但是啊。顾名思义，后生源就怎么嘞？就是变到啊，好，后面那个是扮演主角的，所以原法是在后面，所以呢，植物生长过后雨水下，而雨水本身是属于原法在后面，它来滋润了之前的原生法，这样子哦，好，所以同学啊，你要先把这个规则好，先把它弄懂先。OK，好，好，这规则弄懂了，过后你就可以 apply 进来这里了。你看到吗？看到吗？他讲，心啊，唯心等起界的，是余界的后生缘，看到吗？余界是什么啊？心等起的界，这个是心等起的界。那么余界就是有啊，好，业识跟识了。啊，所以他讲啊，哈，啊是业是业识跟识的后生缘来的，意思就是讲啊，哈，这个心本身它是过后才升起，但是却是由它哈来滋润了这个业力识跟识，由它去滋润它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后生缘。所以它难就难在你必须把后生源背熟，你把它套进来才可以理解得到哦。好，来同学，这个是后生源哦，给大家抄一抄哈。来同学啊，这是后生源哈，就抄这一个，哦，抄这一个，然后呢再写就是
下雨辅助已有的植物，这样子哈、哦。来，同学写好了，可以 Zoom 举手。一位师傅只给大家抄一个，困一个 example，叫大家读就算了的了，其他就不困了。